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，掌声欢迎。立正。总统好，副总统好。我们接下来要来邀请到国歌领唱代表出场喽。今年的国歌领唱代表，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的医师人员来担任，欢迎到是翁清盛药师以及萧伯胜药师，还有药师工会代表郑玉玲护理长，以及张淑兰护理师以及护理师护士工会代表王资良、陈伯渊中医师以及中医师工会代表，卫福部陈时中部长张温英医师以及牙医师工会代表，以及罗俊轩、洪德仁医师以及医师工会代表，共计有60位的医师人员代表一同为大家来领唱国歌。中华民国111年元旦，总统府升旗典礼，典礼开始。全体肃立，唱国歌。起典礼礼程，我们谢谢领唱的台湾医师人员代表，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接下来要有请所有的领唱代表们先反复休息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台湾经历了最艰难的疫情考验的时候，仍然陪伴我们、支持我们、守护我们，因为你们无私的付出，让这片土地更加美好，再一次感谢。
2022年是成双结伴的一年，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，坚韧的台湾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共同防疫不可缺少的一份子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更加努力精进，持续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天光刚刚大亮了，看到国旗在天空飘扬。2022年有你们，台湾会越来越好。谢谢。现在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以及赖清德副总统即将要回到府内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我们要更加努力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带着自信的笑容，共同为台湾打拼更美好的未来。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为蔡总统以及赖副总统加油打气，同时也替台湾加油。谢谢总统，谢谢副总统。